这个左转让直行非常重要，你头往左偏一点，好了，没车。保持速度。可以turn the line to right。等一会儿，看有车。太晃了，手太晃了。前方一个车，保持距离应该。可以 right turn。走。前进。不要快啊，打左灯。这得偏离一点 ，OK。Right turn， 还没到、哦。这里边有个小街 ，Right turn 这里。推推，你这个手不敢推啊，你全都还是用右手弄的。Right turn， 急刹车。走，左手推，对对对，过渡，好了，怎么样？丝滑了一些。这是练习不停车的右转弯啊，他考试中非常非常喜欢这种转弯，这考验你技术的。OK， right turn， 哎，左转。Left turn， 那个雨刷少一根，哎，不能动啊，红灯啊。雨刷少一根。哦。感觉我踩成 right turn 了。大力，可以turn the line to right。turn the line to left。放松一些手，手有点晃，所以就解决了，看到吗？刚超速了。没事没事，40不没有超，你超变道超速，没有问题。他宁可让你快，不要降速。好 ，left turn 在这里，这里好了，小赵。顺畅拐弯，慢一点。25看到了吗？嗯。超速了。你可以松油门，让它自己慢下来，或者这是下坡刹点车吧。好 ，left turn。好，练习刹车。
有车哈。这个也要等。有。手还不动，那你这个就又激烈了。你在这个道，就在这个道。哎呦，这个路，你把那个刹车踩得太死了，知道吧？它都没动力了。你一动这个一松，它应该有活力动起来。好，换左道，刚好换个道，加点油，再加点油。你变道的时候要用手油门的力量去变道，不要用手。超速。这个是35。35。这两个道你知道吗？红绿灯的两个道。好 ，left turn。你刚才你准备要转的时候，就是说你怎么样，你可以先松下脚，松下脚它就往前滑动了嘛，手就赶快起来。你是手动了以后，这个油门没动，哎，就是你还踩着呢，所以就反应在路中间反应慢了一点。用右手的力量松油门，松油门，这个速度算快的了。前进，加速，保持速度，松，25。哦，这右边。其实刚才那条路是一个平行的路，你明白吗？它夹在两条大道中间。保持。好 ，left turn。红绿灯还是最关键的。黄灯了，走，第二道 ，second line。保持速度起来，趁着 line to right， 手不要动，有点动，准备回电位啊。Right turn， 回头，在这儿墨汁。完美，完美。Highlight， 车头灯，好，关掉，自己关。啊，可以不关啊。今天下雨不用关，然后 emergency flasher， OK， 关掉 emergency parking brake， 左脚，好了， OK， arm signal 就是， left turn， right turn， stop， right turn， stop， 结束。紧张吗？你注意一下你的 T 字路口拐弯哈，左转看右，右看左，向左转看右边，右转看左边，也适用于 stop sign 一停，就是看右边多一点，好吧？然后右转回头，对，大路小路右转都回头，知道吧？这些小分儿。刹车快到了再慢下来，不要太早变道，不要晃就好了。大路40，居民区25。
通过啊？过了啊！我吓死了！ Yes. 我 pull over 的时候撞了路牙子了，然后 pull over 了三次。我看一下成绩单。话感觉挺轻，他非常的好，嗯，他给了我很多次机会，太棒了，太棒了，五分还是八分？五分，很好。